咁啊 ，Ben 住阿爸爸咧，佢之前翻喺加拿大咧，系长住咗定系去玩下就翻嚟？我爸爸其實成日都飛嚟飛去嘅，佢喺好多地方，佢好中意去遊浮啦，好中意去 keep 住自己 active 最緊要嚇。正啦，老人家。係啊，一定要即係、就是、要走下去睇下啲新嘅嘢啊，佢先會好開心。我成日都覺得最即係、就是、老人家最好啦，食得、瞓得、玩得、行得呢幾樣嘢嚇，最緊要啦，食得、瞓得、行得，你就已經夠了。老人家你講啊，唔係我講啊。唔係我講我。我爸爸媽媽啊，我爸爸媽媽真係老人家，九十幾歲仲唔係老人家，拖我好後生啫，拖我叫佢做哥哥嘅，真係。我都期待佢翻嚟，因為我都好耐冇見到我老豆嘅新作品啦。其實、我都好想繼續睇到佢做多啲戲，希望佢都接多啲啦。係啊，即係佢都永不言休嘅，又唔會。佢三歲做戲做到而家，我諗佢一路做落去噶啦。其實我爸，我諗相信係可以，有冇人可以申請下呢個健力士紀錄大全？即係每一年都有作品嘅演員演咗76年啊！你諗下，即係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一件事。我相信佢唔會放棄呢樣嘢。一年一部都75部啦。係啊。